哎，怎么空间不一样了？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应该是客厅吗？怎么直接变成两个房间啊？那呢？这个字是什么？字？太突然了吧！我都还没看清楚什么字哎。只是什么还没来到吗？哇塞，这次回来空间又不一样了。这张照片应该是妻子在弹钢琴的照片，沙发上面有字，兜圈子，酒都洒出来了。哇！蜡烛可以点，出现了三个数字485，应该是要用在什么地方上的？哦，这个。过去时你止步不前，靠近点看，是一个蓝宝石戒指。The most beautiful piece of art doesn't have my name on it is killing me. So, will you marry me? 求婚戒指啊！请你出席前面的名字被和谐了，这是个婚礼的邀请函。6月9号，好啦，没东西了。啊，被锁住了！哎呀，永远不要忘记，这边突然多一扇门。不是，自己摇起来了。这个是男主人写给佣人的信啊，他非常不喜欢就是外人进去他的工作室，甚至威胁说要开除他呢。哎，这个门都是自动关的。我还可以回去，所以应该暂时不用担心。哎，这个画框中间怎么是娃娃啊？哇！这是个正常的房子吗？怎么会有这种陷阱啊？莫名其妙！哇，这封信就非常长了哦。这是妈妈写给孩子的信啊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肮脏的老鼠。老鼠画，这是男主角画的吗？我走。我发现这个游戏不能够随便回头，哇，真的不知道回头会突然出现什么鬼东西，吓死你！那个鹿角上面挂了一个娃娃，哎，这就是刚刚那个画嘛。其实这个画挺正常啊，只是它出现的太过突然了，就被吓到了。这边没有东西，我没有声音哎，有没有？它都门都会自动关，机动也会自动关。来到了一个长廊，两边摆满的画。哎呦，哇塞，怎么突然变这么刺激啦？画中的谎言。Now a tiny bit to the left. Yes, just like that. Hold that pose. I want to get all those lovely curves just right. 这个是主角在画妻子的画像。
看起来只是草图而已啊，好像是未完成品。 尖叫的纵火犯重复的尖叫，什么意思？是说那个老鼠会咬断电线，导致走火之类的吗？哎哎哎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纵火犯的意思是直接自杀吗？跑到火炉里面去了？哎呦，干嘛干嘛？哇，各种高能啊！ 这边的话是上吊画吗？上吊都是娃娃。啊，由于又没路，所以我只能够往回走。果不其然，又来到一个没看过的房间。这封信的话，就是关于妻子产后忧郁的信。 所以这个游戏，哭哭，在这个房间后面，啊，我要开吗？哎，太棒啦，是锁起来的，我不用开。Hello, it's about time for us to talk, don't you think? I mean, I've seen you in my house so many times, and yet I could never find the courage to face you directly. Not until now. 所以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讲这个夫妻之间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吧，现在还没有明讲是什么问题，但后面应该会慢慢的越来越多征兆。哎哎，哭声没嘞？哦，嗯，进来以后哭声就没喽。这地方是那个吗？食物储存室。 不过它的空间感怎么这么怪？是 S 型呢？有字，第一步是最难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。啊，又是老鼠画，真的是很恶心啊！此路不通。 哎，我记得一开始这边有一张字条的啊，现在就不见了。哎，我记得一开始这边有一张字条的啊，现在就不见了。哎，我记得一开始这边有一张字条的啊，现在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我没有武器可以防身呢，明明有这么多道具可以拿。啊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越来越刺激了。躲角落躲角落，眼睛闭起来，当做什么都没看到。 他叫我往那边走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往……好吧，这边太黑，我真的什么看不到。嗯，好，就只能够……哎，不可以走。所以那我要走哪里？他锁起来了。First, I looked for a canvas, not just any canvas. I had to find a knife, not one of those bread ones. It needed to be as sharp as a razor. So I used a razor, in fact, and then carefully flayed the skin. Booze helped keep my hand steady. 人皮画吗？天哪！的确，好像有一些宗教的书啊，它外皮是人皮，但这个只是做一般绘画用途的话，没有必要这么极端吧？哎，出现新的字。 无形的梦。
哦，这是收集册，就前面你找到的收集品都会显现在这里。这个老鼠画也是。深呼吸，要记住，你可是专业的画家，现在只是小试牛刀而已，后面就会轻松多了。所以，到底有什么难的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新什么新的东西。哼，甚至到现在迷惘，你自作自受，完成它。好，这什么？看在我眼里就是两个肉块吗？哦，这个是我刚刚收集到的那个人皮，要当做画布来用。好吧，我们要再次出发去探险了。